亲爱的学员们，张驰教练，欢迎，不愧是我们曾经的冠军车手。给我也再多安排几节课，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。到，到，到，还到，继续厮杀。司机呢？拉个手刹，跑后座了。走。好车手最后比的就是刹车技术。那我就露一小手。这姜还是老的辣，眼睛啊！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要请出我们驾校最牛的教练了。牛逼吗？牛逼！擦！